今天打扫谁请客，得把整只拿回来跟他做点饭那些。这个院子都可以刷了。在哪里刷？老院子。那些好远。没得好远，几步路都到了。你是哪个跟我有个骨头去的吗？哪个在取你的骨头嘛？慢点，这干烧水。我们刘总三两登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好。哥哥在那接吗？在那里，在灶上火。把那鸡宰一下，到时候炒辣子去吧，再细点。然后那个腌一下，当然好吃。这种大蒜香些，接点海椒。弄去炒鸡。今天我大嫂生还是买点礼物跟她扎起。卡点回去东西炒起去。本来我人一家人，你搬西门都说要二十几个菜哟，那个随便两三个菜都搞定。别我本来说去买个兔子喊烫不烫，没得。看那个兔子好不好切，跟它磨磨一麻都开垦。洗一下嘛。嗯，好甜。等他了哈，哎，哇，那味道闻起好安逸哦。哎呀，嫂嫂，你买点肉才好啊。来的。哎。说哪说外公？他都是跟我们那样的，两个人的。对，你好。啊，都是买的。来四个人，弄起一个签字过，把那椅子摇到。那高台有那么多的汉堡来的。接不到啊，我们那天接的。我来爬上去，做好准备哈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！哎呀，老刘！哈哈哈。那现在那个你整了一，行吗？行噻。那个有点烂。海哥，你也想吃啊？先把桌子摆起。我今天做了零几多。那红菜带了六百倍。要说他那个嘞。豆青哥，嫂嫂。啊。豆青哥，先炒鸡，放到姜上。你差不多了，打开一下。放点那个豆浆菜。炒不下来，吃多。香吃。我去牛肉干。二流准备的哈。我们冲起来，酸菜鱼吃多。要圆的一口。刚刚两个。来。要不要炒点青菜？这个羊肉粉是炖好的。好，那边我们找那个。新疆龙须围起。来嘛，围起。哎，下午也没事，喝点着嘛。嫂嫂，我过来切。来。啊，要让你坐起，坐起。那桌还要来人喽。那我也带那桌来嘛啦。啊。那边切，妈妈。要得，要得，你在那桌去，嫂嫂。啊。今天你的主角还是得那样来喝一杯噻。那个菜多，你找不到其他种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大家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辛苦了，要得哈，辛苦了，他都辛苦哈，你幺娘辛苦哈，进来也辛苦幺娘了。没有，这那个大一桌弄的。亲家们，你们喝起哦，喝起哦哈。你们那俩鸭脚块好吃啊？今天那个不喊了，嗯，那毛也好闻。还有你说的，你买把鸭脚，我一天才吃鸭脚块。有点水喝嘛。那个风是小凉快呀。那风扇吹起来好了。哎，自然风啊。风扇吹没吹到个啥子名哈？
来，过去。反正下午没有啥子事。随便。好。是啊，随便点好些，喜欢去哪练哪样哈。